今天又是大太阳，弄去把点油菜晒出来，到时候跟嫂子他们一起榨油。等一下要带小凡到城里面去，他去检查一下身体，做个体检。这是一地的庄稼呀。等他晒一下子再弄风车来车。这排骨有的能收到的，他又想跟到我们录。我今天会带你去。小凡搞快点噻，身份证那些医疗卡那些带走噻。每天早上要像老谭能够高歌一曲，那个身体自然就好了。哇、哦，好多人呐、啊！挂的什么科室嘛？挂的胃肠科。平时不好生保养，那有问题了往医院跑。我现在脚都没得力了。家人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哈，好吗？来的医院像赶场一样的。没有检查了，没得事，放心了。这个是早餐，你刚才在喊我那个嘛。三两细面。小凡，你起来啊！三两重庆小面一起，啥子都可得拼。那刚好在城头来了，跟妈买一个那个椅子回去，拿那个坐起吃饭那种。那个附加一个椅子不安全，看看选一下。那个椅子有没有高一点的？高点，坐高点嘛，高点。坐就高一点的，坐起吃饭去。拿下来我看哈看，看哈高矮差不多就行了。量哈看是好高的。那个椅子要比那些要高些。就那个是最高的哈。啊，就是那个，那个凳子高矮差不多，跟妈买一个回去。走，回家。这个凳子大了点，放不下。刚好。我去把那房子看一下，看那灯儿装好么？这是买起坐起吃饭的，要不要得？要得哈。好多钱？啊？不要钱，但政府肯定的。那不是的。政府发的。哎，政府造啊！哎。六月天气热一热，我的生日见不得，有钱多买吧，无钱就莫枉给。你是要我那不行的噻。多贵？贵哪样贵嘞？不过你长敲个大，也磨，也磨得我出去。没门里的钱，哪个能门里的钱嘛？那个桌子那个十二盘高噻，如果要不得，我好拿去换。哪样好多钱？还高。那个是送的，你坐开。哎呀，要有那个能干哟。对。差不多哈，高矮差不多。好，没要钱吧？没要钱。那要得，我那是能干。要得，你给我带来坐起，我还有饭的哈。